おはよう、私は風間ロスです。わっ。喂，这种东西不可以拍的。啊，嘎头毛老师啊，我看你比较像逃咖派吧，哈？这样才比较有特色嘛。哎，跟你说，等一下你的客人是妹姐，你最好不要得罪她，要不然以后你的日子一定很难过的啊。那个嘴巴很大的阿姐啊，都跟你说不要乱讲话了啊，不怕被封杀啊啊。你 relax， 我只是想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而已嘛。啊，你看我的！干什么的？是阿德，哇哇！阿杰，阿杰，来。Say hi！ 哎，张宇，来，跟我们一起来，来啦！快点，在那边玩。好。梅姐。梅姐好。Funny. Any new gossip or not? 他们两个啊，在一起了。真的吗，妹姐？不要骗我嘞！我亲眼看到他上导演的车的。哦，no wonder她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啦。女主角本来应该是我的，是她不择手段靠关系上位的。原来他们在谈恋爱。哎，你最近有没有看到她的脸咩 ？Glowing 的嘞。哎呀。他 copy 我的啦，去 double dogs。可是听说他在外国有男朋友嘞。可是他的男朋友长期在国外啊，哪里有不吃鱼的猫？他肯定啊跟导演有一腿。我听说啊，他还勾引新人呢。是不是？可是那个导演不像那种人呢。她不是 sister 吗？每次跟那些女艺人这么 close， 装的啦。这样子她就可以跟很多女艺人暧昧了吗？我甚至还听说啊，她连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不放过。我给你一个 hint 啊，又红又辣。辣啥子？美丽咩？我亲眼看到他们两个在 wardrobe。喂。死八婆，你怎么可以在别人的背后讲别人的坏话 ？Excuse me， 你是谁？啊，妹姐啊，真的是 excuse 她，不懂事。我是在讲、哎、你。请举手完美吗 ？OK 啊，来 ，three, two, action！ 死八婆，你说在背后讲别人坏话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为了得到合约呢，你还跟导演有一腿。You're nothing but a prostitute. You better say sorry. 什么导演？你说错对白了。总裁的名字叫 David。啊！干干干干干！哎呀 ！Sorry， 不好意思，是我讲错了。我知道，你一直在乱传我跟导演一腿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们别听他胡说。其实。导演是我的姐夫。怎么不可以吗？我 man 的哈，我老婆的孩子还是 on the way 啊哈。我只是对人家很 nice 罢了吗？是啦，导演，我知道你的人最 nice。哎，你这么剪我的头发？哦，因为导演叫我 cut cut cut， 所以我就 cut cut cut。我是在讲一位。好，可以了。